来看到这快台汽车这高顶环球升级，因为承接这卫福部快台采购的备案，我那引起在野党的支持。今仔这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搁开记者会，刘云公背后有黑点。即使现在高登环球他已经表明不参加这一次的一个整个的标案，可是我们认为整个 CDC 在巡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黑箱在运作，否则为什么让一个200万资本额的公司去做一个16亿的案子？陈时中部长不能用紧急采购这四个字就把所有的规定、所有的猫腻一切隐藏或者视而不见。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国家去监察院要来告发这卫福部长，但是中介人是渎职，要求监察院爱了解调查。啊，这国民党这边呢表示，讲这个案件是未空的诈骗手法，认为讲这高顶环球都是一个空头公司，呼吁中央爱把这快台厂商的审查标准甲记录赶紧来公开。